我琴日試過嗰個咩 Build 四嗰個模咧，就唔使睇嘢，但係即係大陸嘅一個作者整嘅，望到佢嗰個成個 Build 四模個 wallpaper 字，嗰啲動漫角嗰啲女人動漫角色嗰啲，通常都係啊男人中意喎。試過啊，入哇！喺嗰個讀書畫面即刻閃退。示威嘅，而警方第一次出動水炮車，係啦，先講翻一個人過廿四，咁咪送我屋企人機去日本嘅，但係咧只可以去門口等，即係睇住入去機場嗰個範圍嗰度，我哋入唔到去。你都知啊，嗰一陣八月中嗰陣時，咪啲人去過機場示威嘅，後屘又有衝突，然之後咧幾日過咗衝突完之後，嗰日咧就申請呢個臨時禁制令，除咗上機嘅旅客，一般嘅人係唔可以入去機場，送機都唔得，你只能喺門口睇住入去。正確嘅講法應該係。整個機場附近都有水馬啦，喂，入到去都唔得，咁唔好怪，唔好怪機場，你怪怪示威者，就係機場示威。係有個講法，整到香港嘅地位喺國際嚟講好鬼重要。2020年咧，冇嘢玩 BF 全部第一，係啊！依家你玩 BF 又係 BF 唔靚，成日都聽到好多人講咩啊？喂，咁多權限 server 嘅咩意思咧？權限 server 全部都係打咩叫權限 server 咧？即係嗰啲管理員專係搞好多限制嘅，又話咩150 level 以下。100 level 以下，跟住又話 robot 殺擊殺數唔可以超過50個，如果唔係視作 cheater 處理。話俾你聽 ，BF 一 BF 我係見得最多。如果你講得好聽啲，就係話好多個 server 咧都係全部都大人開嘅，你好少見到台灣人開 server， 亦都好少見到鬼佬開 server。喂，我作為多個人冇講錯啊，有邏輯，只要可能你睇人哋段片去證實，你都會覺得佢係 cheater 傻料啦。多一句，呢嗰啲琴日玩一玩過錢，殺68個機話咩？我們這邊有掛幣啊，掛幣中這。多一句，佢哋應該係新手。第一次玩咧，見到啲曝光就話佢 cheater， 所以話咧，你當佢發噏得嘅，你唔好當真，當真你又好天真。
琴日玩贏四手1500個，咁我嘅食飯之前係咁刷 AI， 刷咗600幾個人。另外咧，兩年嘅收機嗰陣時，見到一個 SG 咩 Gen C 零一，就係識揸 Live 機，冇嘢啊，都好難見。我記得第一次見嗰陣時咧，我玩沙流揸到一隻升機，見住佢揸拉姆走去體育館嗰度，跟住諗住攞火箭射我唔中，最終我揾住升機 AGM 懟冧咗佢。多一句，依家係處理緊嘅坦，依家你想搞掂一個坦咧，你要先，你如果揸人升機咧，你要先掂佢一嘢，然之後射 AGM， 因為好簡單，拉姆啊。即係話拉姆都唔算一架垃圾車啊，塔都係啊，塔就垃圾車啊。只要你俾架做一隻升機或者俾架雀仔一啄咧，你好難生存到嘅。食物鏈最低層啊，嚇、啊！如果你諗起 B 三四，覺得哇，嗰個塔車轉彎好鬼死靈活，哇！你連四好似嗰啲帕金遜病咁啊，轉幾都轉唔到過去。要拍幾個掣先可以轉彎。當我打完機之後，咪諗住又刷 AI 嘅，跟住兩個人，一個13咧，另一個70幾咧。但係70幾呢個 cheap 牌嚟喎，見住佢攞 DM 之後係咁爆頭，就算我揦住盾牌都爆頭咯。跟住話俾你聽，都可以話我第一次喺識咗跨平台刷 AI 就見到 cheap 牌。我琴日講錯咗啊，唔係咩頭，唔係嗰啲咩福島核電廠啊，係有30幾年儲存喺福島核電廠嗰啲污水仲未排出嚟，點解啊？喂，我哋政府即刻停止十個進口嗰啲咩？嗰啲刺身類嗰啲產品咧，但係咧對我嚟講，我因為我唔食日本嘢啊，即係壽司啊、刺身嗰啲我唔食嘅。啱啱去元朗咗嗰度睇嘢。28號禮拜一，健身日。